现在我们将向全世界直播一场 AI 科技史上最令人兴奋的发布会。这批最新的 AIP 将突破我们的极限。我们有请 DRE 集团首席 AI 科学家秦辉，为我们开启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OK， 众所周知，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在1500米每秒左右，而我们现在最快的汽车已经达到1000米每秒，最快的子弹速度也可以达到1200米每秒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另一个速度奇迹。DRE公司最新型智能人托马斯伯克，开始吧，我们的超音速使者。听说了吗？刚刚诞生了一位超音速使者呢，1600米每秒的速度。风泉，你去接一下我们的新伙伴如何？仓库外面有5名 AIT， 武器是清一色的 KM7 冲锋枪，守在进出的路口。主人，我们3分钟后到达。准备强攻。收到。开机密码我已经改了，除了我谁也打不开。我留下，放我辣妈走。来人，把简教授请过来。开机。先放人。每个通过安全检测的 AIP 都会被加装定位程序，那些猎狗用不了5分钟就能闻着味找到这儿。我数3个数，开机，要么就等着熟食。一、二，芝麻芝麻，开门吧。三，乔儿，带拉妈走，这里有我。
快上车！不用理会那些猎狗，撤！动作迅速，快！你们闭上嘴，什么也别问。恭喜你啊，秦教授，你又创造了一个伟大的 AIP。 乔局长，您过奖了。超音速已经加装了安全防火墙，今天晚上做完最后一次检测后就会启动，明天你们就可以带他回 DRE 自由安排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代表 DRE 再次感谢乔局长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和帮助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？辣妈，没事的，播出十分钟，智猎团的就会找到他。韩风拿走了辣妈的电脑，没有防火墙程序，我不可能再如此轻易地恢复战斗系统，所以也不会再接受安全检查。电脑一定要找回来，否则毒之翼的势力会迅速扩张，那时你们将很难控制局面。另外留意那个叫超音速的 AIP， 他会有麻烦。成立了近三年，你是第一个被 AIP 捆起来丢在马路上的猎人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发誓一定要把叶月那伙人抓回来。你现在连做猎人的资格都没有，还抓什么抓？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被停职审查了，回去等高级委员会的判决吧。对不起，但我不服。晚上有空吗？没空，我很忙的。我觉得不是那个样子的。我觉得就是。
惊不惊喜？我就猜你一定在这里，但我没想到你竟然在这喝咖啡。我还准备来陪你大喝一场，来个不醉不休呢。戚阳那个混蛋，我有什么臭事都跟你说。杨哥是我安插在你身边的闺蜜。哎呦，我们西区王子掉眼泪了。我被停职审查了，好不容易熬进了这列团，第一个人我就 out 了，真不服气。哎呀，只是停职嘛，又不是革职，停职反而自在些，有什么要我帮助的随叫随到。啊，对了，秦叔造的那个超音速智能人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不知道啊，我给我老爸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嗯，别打了，那个超音速被人劫持失踪了。啊，叶韵跟我说那个叫超音速的 AIP 可能会有麻烦。他还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还说防火墙原程序电脑一定要找回来，否则 AIT 独之翼的势力会难以控制。叶韵的定位还有用没？我试过没用了，他更换了个新的芯片，有简教授帮他，没什么做不到的。咖啡不错，我得赶紧回去汇报了。哎，小猫，你回去帮我问一下你老爸，超音速的系统里有没有定位程序。嗯，那你亲我一口。哎，咱说好不越界的。好吧。那我亲你吧，省得你有心理负担。不陪你了，我得赶紧回去，老爸肯定疯了。哎，有消息立即告诉我啊。知道了，喝醉了记得让我来接你，不准把妹泡妞。我们的超音速使者，你彻底自由了。